县员李秋旺在质询当中则是针对了中央振兴券的发放提出看法，他表示希望可以比照过去金门马祖的经验来改发新台币，才可以有效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减少振兴券的抑制成本。花莲县议员李秋旺在三号的县政总质询议程当中，针对了振兴券提出看法。他表示，政府所说的一倍抵三倍的效果，只不过是一般商场促销券的做法。他希望能够比照过去金门马祖的经验，改发当地现用的新台币，除了让民众能够灵活运用，也减少振兴券的印制成本。这个政府在新冠疫情的处理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口罩之乱、纾困之乱，但是最近一直，所以振兴券的发放我想让大家有很大的疑虑那所以本席特别提出是不是能够比照过去这个金门马祖现金门使用现马祖使用一样是发放新台币，那在这个任何东西都可以买的状况之下，也让全民能够增加消费，同样的也增加消费的流通性，那也避免这个印制的成本等等我想应该是一个全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做法那另外针对花莲的全民印以及花莲在以后怎么样来提振观光我们也有请相关的局处做说明。我们看到花莲县政府一直在积极的做超前的部署，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这个下半年度花莲一定会更精彩，请各位国人通通能够找机会到花莲来做观光，谢谢。李秋旺表示，下半年度的全民运以及各局处所安排的各项活动，他相信会让花莲更加精彩，希望届时也能摆脱防疫期间的旅游低潮。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